这节课吼，多一百呢吼，中午时较会爱困吼，但是拄只应该有安尼眯一困啊吼，应该就会使啦吼。这节课咧，即吼，或者台湾民政府吼，诶又来啦，哦，因为老实讲，咱法律吼。这个国际法、万国公法，老实讲，讲深嘛深啊，其实逻辑呐了解嘛无讲解深啦吼。啊，这是一种迄个认知啊。这个若要讲到若要弄，会当了解吼，当然唔是讲三人即课就会当了解吼。所以今日我来讲的即课，吼，咧台湾民政府的由来吼，介简单，就是敢若咱当作听故事安尼啦。那敢若咧听故事会较袂爱困哦吼。啊！内底再留啊，插一个迄个影片，就安尼吼。今天我来讲这个故事吼，就是讲这个，迄、那个伫1945年吼，1945年的8月6号，8月7号迄天吼，下早时11:02，美国呢有弹三粒原子炸弹伫日本，吼、哦，头一粒弹伫广岛啦，第二粒弹伫长崎啦，足侪人家讲两粒尔啦。对，其实第三粒弹伫台湾，老蒋诶，蒋介石啊，哦，这粒上厉害啊，到即马吼，也个咧受灾害，也个咧病啊吼。所以咧，迄、那个过过五年后，就是1950年，同款8月7号，台湾哦无共款，台湾就出世一个无共款诶囡仔，迄个囡仔吼头大大，啊真会读册，啊大汉了吼。伊就变咧读足个册哦，变咧伊会当办学校啦。就是咱今仔要讲个即个林志升博士，即应该捌伊啦吼。张我讲个张英安吼，张英安头一节课就是讲个吼，就咱林志升博士，伊是十几年前啊，伊去中国办学校。那伫中国办学校，就是伫台商嘛，伫中国有赚到钱，袂歹，好赚。所以中国个乌道个流氓啊！就甲强害啦，你甲提钱啊！啊，伊想做外人钱开就好啊，所以开钱花钱了事吼。但是白道呢，就是共产党，伊感觉讲哦，这学校袂歹哦，会趁钱哦，这想尽办法要甲食起来，要哪甲食？乌白甲定罪名，甲螺丝罪名，凊彩乌白甲抓关，啊关去放去关，来来去去几落摆。有一天啊，迄个林博士伊发觉情形不对，这若无走吼，性命绝对无去的。所以，前伫中国四川成都啊，有差不多6-7亿个，诶财产全弹掉，全透过各种工具吼，选逃命，要走倒去台湾啊，走6-7天啊，走来到海边啊，海边啊要倒去台湾要哪等，就是爱坐船嘛。以前请一台渔船啊，讲拜托我要倒去台湾哦，你甲载，载哪，回去要离开中国就对了。结果迄渔船啊，甲讲林先，你爱穿一双厚鞋，啊伊就个穿。请伊为真相护卫，叫迄渔船啊，甲船头去甲载去一只岛边啊，甲挂落去。用林先，你紧落，我要来走啊。结果一落去，伊在料水上岸咧无，伊头一骹那无去背咧，护卫就来海底啊，变咧烫正骹，哦，烫正骹一直料水料等下岸顶。其实啊，伊行到海边啊，伫要行来岸顶的时阵啊，迄海边有足侪物件啦，有蚵仔壳啊，有垃圾物件，有垃圾啦。所以伊个脚底哦，擦到乱全伤，擦到千疮百孔，耍过6-7天也无食无困，吼足忝个。行到海边啊，是毋是有一支个铁旗啊，足侪向外海。以前啊，摸着一支铁旗啊，在休困，伊感觉足忝个。我敢讲伊个手机啊，十几年前哦，手机迄阵十几年个手机啊，知吼，无即摆智慧型个。伊若有信号时，有迄绿灯，信号时，伊发觉手机有信号呢，以前赶紧举伊个手机起来拍。靠！伊伫台湾一个好朋友，就民意代表，伊甲讲，我即摆伫遮所在，对我唔知，但是我足忝的。哦，啊头前哦，迄阵日头已经渐渐在落山，伊讲头前哦，电话较少拍，后壁较光。迄、那个朋友甲讲，林先，你莫去行，你若遮是金门啦，应该是金门。你若经过这铁机啊过了，后壁就是地雷区。地雷区吼、哦，那查某应该较唔知吼、哦，看袂到伊大日头下底啊用个草啊。用刷砍掉的，无人知影有地雷。但你若去拉着，就崩个啊，就叫伊啊。
用你来，佮行过地基啊，过后壁的地雷区啊，你多等，我叫金门的警察哦，去甲你救。结果伊就伫遐等等等，等到日头一直落山，日头已经愈来愈暗嘛，要安怎？警察也佫无，金门的警察也无找到伊哦。海水开始伫中海啊，迄若当中海时阵，一过拢淹去呢，啊，伊用安怎食来啦？头前袂使行，迄过地雷区嘛死路一条。那大家等还佫有机会，伊人在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水淹到胸坎嘛，淹到愈来愈悬。伊讲当食来啦，以前对天咒诅。伊讲啊，我来中国办啊，到竟然行到这条路爱逃命，财产拢等伊啊。伊讲这是金门，我若无死伫金门哦，让我安全登台湾哦，我后半世人啊，一定要退台湾里面拍拼。果然无错，警察找到伊了，安全登啊台湾。伊登啊台湾了呢，开始去读迄个国际法律、国际法律啦吼，甲这個世界战争法，就是咱咧讲个。万国公法甲战争法啊，伊读完了后才了解讲，哈，原来台湾的地位就是伫遮，台湾人唯一的出路伫遮呢。所以以前足认真好，搁研究研究足久的，到尾伊想讲这件代志要安奈来进行呢？原来啊，一直到2006年啊，2006年，召集本土台湾人228人啊，去控告美国，头一条就控告美国总统违反人权。美国是人权治国呢，爱见面就甲告总统啊，这个告嘛袂使乌白告嘞，所以林博士真厉害。伊见面人家叫告国家吼，老实讲嘛无人敢收啦，律师袂使乌白收的呢。美国有一个法令哦，你若乌白告，迄律师变成无聊诉讼啊，嘛被判定为无聊诉讼啊，迄律师是真吊牌呢。所以这爱真细腻，所以头一遍就告美国总统违反人权，因为为什么违反人权呢？大家你看得知吼，228，当初是二次世界大战战煞了后，日本战败嘛，麦克阿瑟将军就是委托蒋介石啊，暂时托管台湾呢。但是一个暂时落，为何会变台湾人的这资产？到即马70年啊，当然有经过足多代志的。228过来吼，甲咱改国籍，咱较早是吼咧大日本帝国的啦，哦，甲咱改国籍，即个。严重违法人权，严重违法就对了。2284万换一块，过来戒严，白色恐怖的足多，所以告美国总统吼。结果咧，2006年10月底才告，过无几个月吼，2007年，2007年，美国人就设计这个国旗啊，送咱台湾人啊。各位，这个国旗啊，表示啥你知无？外口红色的，或者日本国旗，美国人就要甲咱讲。伫日本国旗的内底有台湾甲澎湖，表示啊，台湾甲澎湖这个土地属于日本天皇的。哦，日本国旗内底，日本天皇的国旗哦。那我内底这大粒星呢，代表美国军事政府。咱大家拢知，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吼，八月十五迄天就是美国两粒原子弹哦，弹落日本，日本投降的嘛。所以是美国占领台湾哦。咱外口有6粒星呢，代表台湾后摆归划为6个州。过去有人知无？过去台湾日本时代吼，台湾现在是5个州啊，吼5个州啊3个厅，我咱即摆甲归划为6个州。因为诶，你也想哦，咱2006年的年底甲。法院也未宣判哦，过无几个月哦，2007年，年初美国人就送咱这个国旗啊，表示啊，表示美国人早就传遍遍的档案啊，伊知影台湾人有一天一定会清醒的，一定了解，所以咱甲过呢，一时送咱，法院也在行呢，也未判过来吼，表示美国人拢知啦，传遍遍的档案哦，过来过两年，2008年的2月初，咱正式成立台湾民政府，这个恁知影伫倒无？这吼啊，这就是大门口吼，诶，大门口。你来讲6个州来遮吼，就是这6个州吼：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甲宜兰州吼，台北州、甲新竹州分为6个州。啊，咱遮吼在新竹州啦，山南埔以南吼，三重以南，甲新竹以北，遮拢吼在新竹州吼，我那真大块吼。过过当年呢，就是2009年啊，2009年4月7号。美国联邦法院判决本土台湾人赢，
哎，够赢嘞！哎，判决是判决啥哩啦？这五条吼，讲啊，这六十四年来啊，本土台湾人是无国籍的啊，咱无国籍嘛吼。第二条讲，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咱无政府的。哎、欸，有人讲有啊，那无中华民国的政府，伊就是要甲咱讲中华民国唔是恁的政府啦。啊，所以哦，咱拢唔知吼、哦，六年前。第三条判决讲，本土台湾人如今也生活伫咧政治联合啊。各位，恁六年前美国高等法院判决吼，台湾人还佫生活伫咧政治联合，请问敢有？你感觉会出袂？无感觉吼，无啥感觉吼，无啥注意啦吼。啊，其实哦是，即咱台湾人的日子是一日比一日较歹过，是大家吼较唔知尔。过去李秀莲吼，民进党的副总统李秀莲捌讲过一句话，恁应该有听过吼。温水煮青蛙，捌听过无？温水煮青蛙，其实伊做讲一半尔，其实无较足少人听有啦。温水煮青蛙哦，这人的科学家有做者试验哦，就是讲把一口鼎内底甲放一挂水，啊抓几只青蛙甲弹落内底，哎青蛙足欢喜，哎有水通游呢，也伫遐游水吼。啊下底吼用个慢慢啊火，慢慢甲加热，慢慢加热，当个温度一直加到三四十度时，那青蛙感觉哎袂歹哦，即马煞变温水游泳池了，伊无想要走，继续游。过来咧，温度是毋是愈来愈高？到五六十度，五六十度六七十度时，嘿。刚才有较热，迄水龟啊，已经适应环境啊，赶七日继续伫遐游，伊无想要走，参台湾人同款啊。其实袂用家遐歹过啦，反正一日慢慢啊，愈来愈歹过。即个温水煮青蛙吼，就是政治面的胡说。即马台湾人足侪人无感觉，其实即马社会无好趁食呢，一定一年比一年较歹呢。尤其是即七年内底差上侪，对不？万一你都要做七年。所以美国高等法院判决第四条，伊讲美国的行政单位啊，爱主动去帮助原告，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吼。过来第五条判决讲，台湾目前还佫伫咧美国的军事占领当中，美国的军事占领，就是拄则讲的迄个旗啊，有无？中迄个大粒星有无？迄、那个美国军事占领啦，吼、哦。啊，过两即等下我会上台去解释这五条吼。佫过两年，就是2010年吼，九月初八，咱台湾民政府咧。在美国美国华盛顿 DC 吼，一间叫做世纪酒店吼，举行庆祝酒会，要甲全世界人讲，台湾人已经清醒啊！台湾人已经有成立一个台湾民政府，准备要执政权。所以底下咧庆祝时吼，美国人吼委托台湾人吼，摕这两张图吼，摕转来叫台湾人摕转来讲，你送我秘书长。对林志坚博士，一看到这两张图，伊就知影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两张图，参对着迄个国旗啊，同款。哎，迄个国旗啊，有无？这个国旗啊，迄个国旗啊，好在日苏美战啊，外口是美日本国旗嘛，咱内底是平和甲台湾啊，表示日本天皇土地。所以这个干嘛同款意思哦、啊？只要这二重桥吼，那伫这个桥安尼行过，后壁足大足水的日本天皇的皇宫。我去年12月有过，真水，开始真大真水哦。表示美国要搁再次甲咱强调，台湾甲澎湖这个土地属于日本天皇的，唔是日本国家哦，是天皇。天皇甲公务国家无共款，甲政府无共款哦。那下面这奥巴马大拢知，只有咧中迄个大粒星啦，美国占领日苏美战，同款意思哦。过来咧，我要来大家解释讲，这五条一判啊，头一条是咪讲？到一条六十四年来啊，本土台湾人是无国籍的，到即马其实已经七十年啊，迄六年前判的。国籍化真简单，国籍化要变更哦，必须要符合下面三个原则哦：第一，或者意愿；第二，主观；第三，或者合法啦。这因为世界人权宣言哦，第十五条之一之二写甲真清楚，每个人即马目前全世界有七十亿人口啊，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国籍。哎，每个人都必须要有国籍哦。就刚才袂输讲哦，一个国家内底人都必须要有拿身份证，同款意思啦。你若无提身份证，会安怎？请问，这个国家内底若一个人，若一挂人无提身份证的，这个政府无法通甲扣税金吗？过来，这人若犯罪，这政府嘛无法通甲治罪啊，同款。哦，所以这个人权哦，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的国籍哦。但意愿呢，就是讲咱先有迄个想法，咱每一个人要做全世界的人拢会使。
每一个国家拢会使。如果你只要有钱，你要去多一国大拢会使。这个叫人权哦，要先有那个想法。第二，爱家己主观，袂使讲强迫的，还是讲骗的，迄种唔对吼，迄种违反人权。那第三就是爱合法，合法。比方你要去多一个国家，想要去日本大会使，爱符合日本的法令。那想要去美国，爱符合美国的法令；想要去中国，爱符合中国的法令。吼、哦，就是安尼。所以呢，议员假设讲我要做美国人后，我先想要美国人，我有意愿之后。我要自己去想办法拿到美国的绿卡，哦，什么做美国人一定要先得的绿卡嘛？这拿美国的绿卡应该大家拢知哦。民进党甲马英九只是干咧差绿卡的代志，就是咧讲这啊，吼、哦，想办法拿到美国的绿卡。当拿到美国绿卡以后，开始算五年来啊。比如讲，我摕了绿卡五年来，啊，伫美国住满两年半，啊，住满两年半哦，不管三天五天两个月五个月，啊，加咧两年半。就符合美国的法令，就会当变成美国人啊，变成美国公民哦、喔。咱这边来讲哦、喔，伫只议员、主管甲合法，伫咧1946年啊，老蒋诶落一道行政命令，强迫咱本土台湾人。迄阵啊，本土台湾人是叫做大日本帝国呢。我那超过71岁时阵拢是啊，都日本时代生的。这时阵，互咧大日本帝国的国籍，日本的国籍。那1946年加。一个正月十二，老蒋的违法啦，非法他自己下一道行政命令，把迄阵台湾人强迫600万人的台湾人哦，大家拢来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哎、欸，一夕之间，每个人都变成中国人，所以变成中国籍的啦，哦，天公伯也变中国籍的，所以一边无问咱600万领到要不要成为中国人，所以并无问哦，伊这哦咧违法的啦吼。但是呢，一直到过三年后的1949年，民国38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被消灭啊呢，就被消灭啊呢。所以过到迄阵开始，台湾人才变成无国籍啊，无国籍就是安尼来啊。美国高等法院判决讲，台湾人无国籍就是安尼吼，无国籍，所以伊这是违法的啦吼。过来第二条判决嘞，讲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伊就是要甲咱讲，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啊。咱大家拢知哦，这个蒙牌哦，设在南京。中国其实设这种蒙牌设真多啦，物件死于人挑衅叫设蒙牌，纪念碑也好啦吼。伫南京吼，伊做啥物事哦？伊讲伫西元1912年，大家拢知孙文啊，孙中山。伊当初是1912年推翻满清政府，成立了中华民国，对不？但是却是在1949年。国共内战，去阿强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啊，被消灭了，所以已经死亡了，已经灭亡了吼。所以呢，过当年老蒋就走路，老蒋的过当年1950年的3月13日走路来阳明山，伊伫阳明山啊讲一句话，伊讲我们中华民国吼，到去年1949年有无？加1949有无？到去年1949年，终究随着大陆的沦陷，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为亡国之民了。老蒋会甲伊讲的呢，中华民国已经死亡了呢。但是咱在座拢有咧读册，咱读过册拢唔知，教科书拢应该是编的。包括即马因要走啊、喔，也搁咧课纲微调有无？咱遐高中生啊，也搁读因的册后边编啊，所以因拢用这个人骗的吼、喔。中华民国已经死亡啊，所以美国高等法院要甲台湾人讲。咱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就是要甲咱讲中华民国唔是咱的政府啦。哦，过来第三条判决嘞，本土台湾人也生活伫咧政治联合的，各位可能无啥注意哦。大家拢捌投过票吼、哦，但是相信大家唔知影投票，咱爱开钱嘞，咱当一票咱就要开钱嘞。爱说台湾足爱选举的，愈选那个政治门，大家都愈来愈好个。即我举例吼，政治链的其中一环吼，就是讲这20年来都上严重吼，蓝绿恶斗，选举制度不合理，选赢选输，大家都有钱分。嘿，因有钱分，什么人爱开钱？咱去当票的时候，咱爱开钱啦，开偌济？一票300块，一票30块，不管选赢选输哦，选输了一票300块，会当领到倒来，看你算票，看你偌多票，哦，一票300块照算的。听到邓来说，选举足好赚的哦。来，咱来看哦，顶一届马英九总统选举，顶一届总统选举哦，
马英九的得票率是689万票，698万票，一票成300块，马英九会当领到2亿外，有好赚无？啊，马英九选2次总统呢，不管选赢选输拢有通分哦。啊，伊是毋是选2次台北市长？所以马英九干那这条就分5亿外，这做一个即马逐工伫电视咧干嘛？讲你拢无报税，要甲掠这条，所以马英九出来等哦。啊，蔡英文是毋是选输？伊差头80万票嘛吼，伊选输，但一票300块，伊嘛会当领等啊1亿8000几万呢，安尼有好赚无？四年也未开完呢，即马要阁选啊，要阁分啊。过来送出去票是毋是较少？所以领1000万，领1000万嘛袂歹个。即摆迄个国民党个总统候选人有无？洪秀柱，伊即马无咧个挨白叫伊头啊作臭白讲，我不用党一毛钱有无？啊，即马一直咧讨。啊，所以即马国民党个情况即样，参物捌有人咧提议个讲，啊无安尼啦，家你估计你即摆若选哦，可能投300万票。哦，啊，一票300块，安尼算算头9000万，头1亿，钱先借伊。啊，拜来领，当爱行国民党诶，黄小柱无爱，伊即爿总统选举足奇怪，怪怪诶，咧算假啦。哦，等下解释这条吼。所以一票300块无合理。美国高等法院判决讲这无合理，全世界无人爱设计。各位，这是个人诶，然后那政党票一票偌侪，你敢知？政党票一票50块，乘以4年。等于一票200块，各位，咱去等一票，咱就要开230块啦。全世界搞啥设计？即个接待人民啊，咧骗台人民吼。所以一票50块会当乘以4年，一票400块。所以顶一届总统选举吼，中国国民党伊的得票率乘以1票，哦，乘以1票200块吼，11亿7000几万，有好赚无？民进党的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9亿外，那还咧无钱。啊，这边小英哦，张刚有讲无出来哦，敢若募款5-6千万啊啦，哦，也未开始算呢，会改叮当呢，募款遐济啊啦。那台联的嘛领2亿外，亲民党的1亿4000几万，各绿党、各新党、各党，足侪党。各位，你敢知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架构底下，伫台湾哦。目前有几个党，恁敢知？敢有人会知？应该无人知吼。我问迄个民意代表，伊嘛讲唔知啊。伊讲差不多几十个党吧，268个党，足侪党咱毋捌听过。啊，逐年咧选举，大小选，啊，选举就咧分钱，叫咧政治联谊啦，看无？过来，第四条，美国高等法院判决吼，讲美国的行政单位吼，行政单位必须要自动。爱主动去帮助原告，就是本土台湾人。所以这个相片呢，是伫去年9月17日，9月17号伫台北市有一间号的国际会议厅，伫世贸隔壁国际会议厅吼，咱台湾民众伫遐开会。啊，这两个呢，因美国人吼，因咧唱国歌，因伊讲那伫室内伫遐安尼，咱嘛唔知，吼咱是徛安尼尔，因遐望远感。哦，这两个是美国大官吼，美国的大官。这个叫斯卡德，啊，伊吼也是美国司法部的前检察副总长啊，足大哦。啊，伊落任了吼，经过奥巴马的任命，经过美国国会的通过，讲你专门爱去处理美国海外的代志，所以伊来帮助咱台湾人正常的吼。因为美国啊，高等法院判决哦，美国的司法是独立的哦，伊司法部判决了，行政部门一定要去执行。哦，伊讲判决讲，行政单位要自动去帮助原告，所以伊来台湾帮助咱拄好尔吼。这是第四条，那包括呢，军方嘛共款，伊司法独立判决下去吼，行政部门要去执行，包括军方也一样，军方嘛共款吼。所以第五条判决讲，台湾啊，目前还佫伫咧美国的军事战备当中啊，但是台湾并无看到美军呢，袂使，所以美军你爱乖乖。起兵派去台湾做兵，哦，所以呢，美国军事政府哦，因叫做 USMG 吼、哦，各位应知无 ？US 代表美国啦吼、哦，那 M 呢代表军方 ，G 呢或者政府，美国军事政府已经成立一个 TCG 啊，台湾人民政府吼、哦、，TCG 的只 TCG
哦，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哦，要来台湾接政权吼，接这个政府吼，但是美国国主政府嘛是依据国际法律、世界战争法，尤其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各位，他美国军事政府所依据的，跟林志森林博士所读的一模一样，拢是叫做战争法、国际法律、万国公法啦吼，旧金山和平条约，同款一模一样吼。过来，在两年前啊，美国高等法院判决了了啊，其实有三个单位在进行这个代志。头一个呢，就是美国啊，伊支持咱本土台湾人，赶紧训练4000名的政务官，准备要来接政权，接中华民国的政权。各位，伫遮吼，咱遮中央吼，即几落年来啊，每礼拜拜五，像咱遮，今仔日今仔号咧初级班嘛吼。拜五下暗，甲礼拜中昼，差不多3点结训，每礼拜拢有啦。即5、6年来吼，唔捌休困的，不管太风如何呢，不管各年各节呢，照常有人，照常上课，唔捌休困的。因为要美国要求咱赶紧训练4000名的政务官，准备要来接政权啊。但是即几年来一直咧训练哦，各位4000名，其实已经特别够啊，已经讲够啊。所以还有机会就是安尼，还有机会。所以你今天吼听好清楚，听好详细，这100%吼，拢了解起吼，恁的亲戚朋友吼，就会当得到这个的好康的。全世界无人像安尼，免选举，免考试呢，干那来台湾民政府来上课，上初级班、高级班，高级班刷了后，会当上第三课，叫做职前训练。哦，但上职前训练时阵，迄个时阵吼，就爱经职务啊。有3种职务要紧，一种叫做政务官，哦，政务官；，佮另外一种叫做议员啊，议员。议员有中央议员、州议员，佮有地方的议员、郡议员，吼、哦。第三种就是40岁以下少年啊才会使吼，40岁算少年啦吼，即摆40岁算少年啦吼，40岁以下会当进一种叫做乌形部队啊，黑熊部队。黑熊要创啥？你知无？专门咧管治安咧，管警察的啦。哦，上少也阁管分局长以下，黑熊部队吼、哦，40岁以下才会使。所以咧，迄个时候呢，爱你来高级班、初级班过了后，会当读职前训练时阵哦，迄个时候你就会知影讲，家己的兴趣是啥物吼，啊，家己的能力是啥物，爱去经济部。啊，若唔知呢，阮会甲你斗讲吼，斗、哦、看看你入面过去伫社会咧创啥物，有啥物技能啦、啊，哦，你适合做啥物官位啊，哦，拢会迄阵拢会当斗讲吼。所以呢。只是本土台湾人赶紧训练4000名的政务官吼、哦。第二个单位就是美国集中兵，有无？美国高等法院判决了，讲你来赶紧训练兵去台湾做兵。所以美国集中兵，美国这200几年来头一摆做做这个代志哦。伊讲啊，伫美国有54种非法拘留在美国的吼，伊即摆要爱兵，拢出来兵个咪啊？哦，54种非法的吼，有咧预期的啦，有咧读册，有咧做。来观光者唔走迄种哦，希望看会当做美国人无，所以伊从美国乌白米、乌白餐，伫遐乌白过生活，希望有一天看会当做美国人未。所以这边美国人讲来，给你们机会，我要18岁以上、18岁以上、35岁以下，不管查甫查某，只要呢符合这2种语言哦，第一讲啊英文的，第二爱至少要会听国语的，伊是说讲国语哦，国语哦，咱台湾仔哦，伫台湾仔哦咧讲国语啦。如果讲这种话到中国那边叫做普通话或者北京话，所以他确定征兵要来台湾，要来台湾呢，所以至少要会听国语的哦。伊讲如果那退伍了后，恁规家伙一个来做兵哦，退伍了后规家伙跳过拿绿卡的程序啊，成为美国公民，规家伙拢做美国人，安尼有好无？表示美国这边保证大，因为伊嘛唔知形容台湾人遐过瘾，你知无？啊，所以哦，伊话急政变很急的吼、哦，表示要来台湾。啊，其实起码拢礼拜啊。过来第三个单位就是美国安排啊，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完成和解，并呢赶快建设金门、马祖、平潭岛啊，因要搬到遐大啦。伫台湾的中国人、国民党一挂要搬到遐大吼、哦。大家拢知吼、哦，6、7年前卖去多集钱的时阵吼、哦，这个新闻有人捌看过无吼？美国啊，安排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和解，
所以签署一个法，迄阵第时有一个吵吵闹闹，国民党卖去讲我要参中国签一个法，啊，民进党的就甲动，我要签，或者一个法啦，卖去讲免惊啦，我若参这个，你一个法啦，签了了，台湾的经济就好起来了。各位，七年啊，台湾的经济并无较好呢，而且一年比一年搁较歹，对不？所以这是骗台湾人的，重点是因兄弟要和解啦，兄弟和解吼，因为。1945年哦，伫1949年国共内战，老蒋是去用台无死的呢，伊走来台湾呢，走路的呢，啊，因遐里遐稳稳也袂解决呢。你即摆美国人要叫台湾人个中国人转，会害死去用台啦。所以呢，先安排因遐里遐何解，啊，然后赶快建设金门、马祖、平潭岛哦。所以迄阵电视拢播哦，新闻拢一直炸，国军、共军啊，都是中国军。各位大家拢知，真简单嘛。中华民国在咱这给咱扣兵，非法征兵，咱去吵到要死，伊拢给咱讲，我们要反共抗俄，有无？伊个敌人是阿强啊，是共军的，啊，为何因即马家己参兵啉烧酒啊？兄弟，我们都是中国军，有无？啊，因家己人啊，因兄弟啊。所以呢，就是安尼哦，过来。2012年6月份哦，连福州的新闻都有看哦，美国跟中国安排 ROC 啊，就是中华民国 ROC 哦。回归中国福建平潭岛，两岸共同管理。伫遮即句两岸共同管理，害死我的台湾人，你敢知？其实啊，只要在台湾海峡嘛，在台湾平，伊个金门差不多伫我高雄遮，对无？金门有人唔知伫倒无？差不多伫我高雄对个遮，金门遮。那马祖咧伫嘉南对个遮，遮伫马祖，中间有咧平潭呐。其实伊讲两岸共同管理咧，是一年个。六年前，美国高等法院判过了后，美国人嘛甲咱讲，阿强阿马拢知，伊知影伫台湾啊，差不多超过300万人哦，会离开台湾，会等于带伫金门甲马祖。但是金门甲马祖带袂落呢，啊带袂落，迄阵国家主席哦，胡锦涛伊带一条，因为目前的国民共产党哦，其实足惊国民党，你们信无？敢有人知？共产党真歹，真混，真恶呢。为什么伊会惊国民党？伊足惊国民党迄支嘴。伊即摆金门马祖若带袂落，势必爱等于兄弟啊，等于归家嘛，等于中国拍拍走嘛。伊若一个所在带一个国民党诶，甲规整个人塞拢，甲讲恁遮也搁咧强盛、甲骗，人台湾哦民主偌好过，大家家人也行要顶个嘛，嘛总统也无代志对无？所以共产党会惊国民党等下乌白带袂，惊咯。所以一定想一个办法讲安尼来。金门伫遮，马祖伫遮，恁遮带袂落去。金门甲马祖甲中国两岸来共同管理这个平潭岛啦。两岸共同管理就是安尼啊。足侪台湾人以为讲台湾甲中国两岸共同管理呢，足侪人提前去平潭岛输的，心拢了去。去年伫台中都有咧抗议啊，抗议讲平潭岛拢食台商的钱啊，就是安尼哦。好，咱来看一下平潭岛，简称澜。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突出部，由126个岛屿和702座岩礁组成，全区陆域总面积392.95平方公里，主岛海坛岛面积324.13平方公里，总人口40万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独特的海岛自然资源，为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建设、开展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先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地理区位特殊，平潭东临台湾海峡，与台湾新竹仅距68海里，是大陆距台湾最近的区域。随着平潭至台湾海上快速客滚航线的开通，这里成为两岸往来便捷通道。这些已经到3.5年，海峡好，交通条件便利。平潭海峡大桥和福清渝溪至平潭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彻底改变了平潭连接大陆、依靠渡轮交通的历史。开发潜力较大。平潭主岛海坛岛地形地貌以丘陵平原为主，可建设用地面积仅160平方公里。作为待开发的海岛，建设发展空间较大，有利于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旅游资源丰富，
平潭拥有数十公里的优质海滨沙滩和独特的海蚀景观地貌，这里生态环境优美，年平均气温19.6摄氏度，常年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有利于打造生态宜居的旅游休闲度假区，与台湾交往密切。平潭与台湾两地交往历史悠久，两地民间商贸文化交流密切。平潭是大陆最早设立台轮停泊点和开展对台小额贸易的地区之一。随着两岸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前沿平台作用将进一步凸显。海西春潮涌，东海升旗临。福建省委省政府按照高起点高标准的总体要求，科学谋划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建设蓝图。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在平潭开展两岸区域合作综合实验，积极探索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两岸合作新模式，努力把平潭建设成为两岸同胞合作建设先行先试、科学发展的共同家园。先行先试，那台语话叫先行先试啊，伊都无甲咱骗啊！来来来，先行先试，先试看卖吼。所以台商足侪去啊所在遐吼，过来甲看了知吼。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去年伫台中、高雄、台南拢咧抗议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访报道。这去年哦，去年差不多六月份，抗议甲真大呢，一直台中抗议。啊，其实人阿强也无甲你骗啊，伊讲来来来，我们先来先行先试，先行先试啦。啊，叫人家要去的啊，吼、哦，啊，即个受害啊，吼、哦。哦，平潭就是安尼吼。其实啊，三年前啊，一台海峡号，拄才有看一台了海峡号，已经走台中港，走三年半了。啊，伫咧两年前呢，因知影台湾民众传好啊，因金门码头平潭嘛，气候啊足水个，好无？即卖当带头600万人口啊，所以一台船要做底无够，佮开放另外一台船，八里台北港的，哦，这两台船就是要做底船啊。咱来看哦。这台就是拄只迄个海峡号无？
伊一摆会当载300几台轿车呢，足大台诶，啊会当载800人诶。如果伊个船长若敢若载巴士吼，一摆会当载40几台，大台无？当然一台要绝对无够，搁开放一台。李纳伦这台走8里诶，这若去遐平潭来回船票吼，应该差不多，我知影台中港迄台是6800啦，来回啦。哦啊，8里诶这台较远啦，8里诶呾载3点钟，可能爱走7-8千吧。这两台船同款哦，拢做大台，应该伫即几个月因就用得着啊，再几个月而已啊，就用得到了吼。过来下底有足侪足侪证明，咱即摆讲，我即摆看即挂吼，拢是新闻啊，新闻媒体有报过吼，证明即个中华民国诶，特别离开台湾啊，咱来看吼。其实呢，伊一开始来叫做中华民国，伊建树了叫做流亡政府啊。流亡政府，但即摆已经毋是啊，即摆毋是啊。伫顶咧即个拜二吼，拜二伫咱只第二教室，美国的律师有两个，伊来同来讲，伊讲啊，中华民国不是流亡政府啊。哇，大家听听咧，抓一条，我嘛抓一条咧。为什么不是流亡政府？因为已经毋是流亡政府，他不配当政府啦，伊根本都毋是一个政府啦，伊是美国派来伫台湾一个。治理一个管理的长官娘娘，长官公长官娘娘了吼，管理长官公署娘，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流亡政府了吼，即将离开台湾。咱即摆看这吼，这摆讲新闻报，这领导的车牌就是这啦，对不？这车牌有啥物无人看无？这有写台湾省有无？哎，有的是写台北市，有的写高雄市，因为美国伫6年高等法院判决了。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啊，已经死亡啊嘞。其实早就死亡，但是台湾人知啊，啊知一番伊判过了，没有中华民国，哪来的台湾省？是不是安尼？所以这个车牌是6、7年前发的啦，拢古牌啊，这6、7年前的车牌啊。但这个车牌未使用，要安怎？发这种的，这是咪较台湾省无要无？高雄市、台北市都唔敢写啊。这车牌咧骗台湾人啊！啊，这个车牌各位有38000多呢。乌多麦甲拖拉机是一模一样呢。假设有一套车牌是16682的挂拉机的，嘛有一套车牌叫做16682的挂伫乌多麦，所以有38000多乌多麦甲拖拉机一模一样。伫咧2个月前啊，我伫新闻 A 间新闻都有看哦，一个记者去访问新竹一个人，一领导接到一张红单，吼、哦，红单内底吼超速120公里，那违规地点呢？伫高雄。伊甲记者讲，我毋捌去高雄啊，但我即台我带遮烂，你看到可能吹到百里，高雄一台拖拉机超速啦，好无？拖拉机超速啊，叫伊乌倒来，啊，若无乌倒来，闯红灯，叫伊拖拉机乌袂来，所以层出不穷，定来在纠纷啦吼。伊是台湾人好骗，伊创在咧，我台湾人挂台湾人也无有啊，你反正有咧吵，但是吵在就煞呀。所以国民党、甲民进党，其实甲共产党拢共款啦吼。所以伫咧2年前咧，因知影台湾政府传好啊，随时会当执政，美军嘛拢入来台湾啊，赶紧用台湾人的钱去开，去做因金门马祖要用的车牌的这种的。各位，这种捌看过无？有人若毋捌看过，人请举手一下好无？这个车牌，近2年半，差不多2年半拢看这个车牌，较长有无？较长，啊有3厘英尺，啊重点毋是较长较短吼。重点是下底只有3厘米，有看无？哎、欸，你若捌看过人，你有注意只真侪人家己的车，伊嘛唔知讲哦。我唔知影3厘米创啥，这3厘米有无？我拄要讲个，中华民国国民党因即个流亡政府，即个国民党即个吼，因们他们所管辖的土地只剩下金门跟马祖啦。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100%没有台湾跟澎湖。咱拢唔知吼，100%，因为宪法内底100%无台湾甲澎湖啦，因为台湾甲澎湖根本就唔是因的土地。咱开始咱就讲啊嘛，台湾甲澎湖都土地是属日本天皇的呢，金门马祖才是因的啦。但是伫1949年国共内战，伊并无拍赢，所以老蒋去走路来台湾，但是金门马祖也老蒋在搞啊。所以即块咧左右这两粒梅花吼，下下到三粒梅花吼。倒州平这粒甲正州平这粒哦，伊是凹倒落的哦，凹倒落的。咱外口绝对有，等下下课去望看卖，啊，目睭看就知啊。
这条的代表金门，这条代表妈祖。那中这条是代表平潭呐、啊。拄只意思咪讲，金门妈祖甲中国两岸共同管理平潭。啊，做台工队的台湾人唔知提前甲投资，啊，你后生甲抗议，啊，伫台湾咧抗议国共产党个闹号啦，嘛无啥物。哦，所以这条代表金门，这条代表妈祖，这条代表平潭岛啦，就是安尼吼。啊，外口是梅花，因为中华民国讲因的国花是梅花嘛。内底一条青呢，一条中江阿江五星旗的星星呢。现在注意看，足多人错一条嘞，真常唔知啊吼。我即摆吼，甲这个车牌安尼甲掀起来，吼、哦、啊对哦，大家看安尼，看无？这车牌有无？我掀到倒来，安尼来滴，就看较有啦吼。倒边即个是毋是或者代表金门？正平代表妈祖，阿中代表平潭啦，对不？妈祖是不是？妈祖是不是跟我家人？啊，金门是不是跟我高雄？啊，平潭是不是我新竹？所以这个车牌就是因为遐那边要用的啦。结果呢，我前几天我去网络甲查哦，错一条。你敢知影咱台湾人偌济人？2300万人对不？你知影伊这车牌哦，咱台湾的。诶，迄个网络高龙波，伊车牌做偌几台？你敢知？7900000台，要到80000台啦！安尼有限无？一人唔得买两三台车，表示伊要做金门妈祖咧用的啦，福建省要用的啦吼、哦。我等下了来看吼、哦，有无？这个车牌安尼来对人个看下有吼、哦，过来看下一张，这个看有啦吼、哦。关键这马克思的迄一半。这个在美英啊，因老母啦，对不 ？BMW， 这台 BMW 新车差不多，我咧叉掉的，叉掉就一台天用2-3百万啦。但这个车主真可爱，伊想我这台车才贵哦，敢那锁两条螺丝哦，惊袂掉。啊，而且下骹有三台煤火哦，啊，左右这两台煤火个拉倒落去，是不是要用拉空的？所以伊个叫乌手甲拉两空有无？锁死去螺丝，安尼有趣味无？台湾人无人知啦，我著看一台 BMW， 搁一台 BMW 的。同款甲落空，伊个车较贵，甲锁死啊，螺丝吼，表示台湾人唔知啦吼。过来吼，阿姐，眼镜，你看这个，你爱看会到未？较歪来，你看吼。福建的总人口数吼，36,890,000人，3000+ 万人尔尔啦，查甫千外人，查某的差不多吼。大概一总人口数千万对吧？3600+ 万人了了，啊，车牌做八千万台呢，用咱的钱去做，伊要用的车牌做8000万台呢，啊，你啊看这就知啊，有看无？这个新型的车牌啦，是不是？你要花8000万台有无？安尼，这老台湾人拢唔知咧，我嘛错一条咧。我想用英来帮查看嘛，靠妖！因为可能是安尼哦，福建3-4千万人，啊，这种车牌有会挂咧轿车，嘛会挂咧奥多麦，即马新的奥多麦嘛会挂这個，所以算算也差不多啦。因为并不用的，表示这车牌就是金门妈祖、平潭甲福建省要用的，就是安尼吼。好未？爱翕有无？好，好，安尼，这第一段吼，好无？这个新闻哦，这台湾的车牌有看无？这去年的今年四月份哦，平潭的高速公路去往翕到一台车，台湾的轿车去遐佚佗啊！阿强阿公来，我鼓励台湾人哦，驶恁的轿车上船，啊来平潭佚佗，啊我特别开放哦，台湾人哦，会当去福建省哦，拍拍照，只有咧统战要骗台湾人啦。啊，去遐看看，就去提下投资啊！如果骗去啊，伊迄边一定会甲你洗脑的。迄边导游足厉害，足会讲话。所以平潭迄个福建是台湾的37倍大呢。你去遐要洗，咪洗了一个月。咱有同心去遐佚佗过啊，伊去两礼拜。伊听讲哦，对巴黎哦，坐迄台利纳轮去平潭，啊，要转来坐迄台海峡号转来。哦，啊伊嘛走福建佚佗就对了哦。过来嘞，这个新闻，这个报纸，6年前台湾的新闻哦，《自由时报》，伊讲啊，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台美关系微妙转变哦。美国讲啊，伊要派海军陆战队来台湾过因的 AIT， 各位，恁有人唔知 AIT 无 ？AIT 是啥？恁知无？唔知？那唔知人也就结婚，牙较悬呢，安尼较袂爱困呢，绝对无人知。AI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捌听过啦吼。啊，美国在台协会是一个美国一个民间的单位哦，伫台湾未超过50个人。为何美国伫6年前因讲因要派海军陆战队来过因的 AIT， 安尼有矛盾无？所以咱爱咱尤其是来遮上法律的人哦，爱学要看报纸，看这个美国。伊当然是迄个人6年前台湾民政府也未传落，因为美军嘛也未传落，所以伊唔敢讲啊上清楚。伊讲啊，我们派阮几万名的海军陆战队去台湾顾阮的 AIT 袂使哦，伊不并无讲要顾台湾呐，其实就是要顾台湾呐。啊，但迄阵唔敢讲上清楚啦，惊国民党会惊阿强会乱，所以听讲安尼骗台湾人哦，骗共产党甲国民党的人哦，其实就是要来顾台湾呐哦。过来你来看哦，这个新闻呢，伫高雄，咱大家拢知。咱台湾的工地，如果若要动工，外口一定要采这个看板。这个看板就是要甲民众讲，什么单位要做的，吼、哦。啊，当时动工，啊，当时完工，而且拢有写啊，真清楚吼。100公里两个，这迄个时阵哦，单局啊，这是高雄单局，精彩。要伫美国，伫高雄去一个美国学校啦。伫2014年哦，伫今年哦，正月二十已经完工啊，即摆已经完工啊。开始咧招生啊，起啊足水诶！你看，这就是吼、哦，伫高雄诶，咧左营翠华路，伫翠华路遐吼、哦，美国学校，对啊，这是伫翠华路吼、哦。啊，伊即摆开始招生啊，互咧高雄马里逊美国学校，伊即摆招生互咧限外侨，台湾人未使读诶，限制外侨诶，主要就是要互美国诶囡仔读诶啦。哦，啊，过来台中伫水南。台中嘛是马里逊美国学校，对幼稚园读到高中，这伫水南啊，台中哦，过来咧，台北嘛有哦，台北马里逊美国学校伫天母，哎、欸，伫顶个月差不多应该才顶个月吧，我阁看了一个报纸吼，伫咱南口吼，南口美国人阁甲咱台湾人做一个地足大块，要起第四间的美国学校，各位为什么美国人要开遐多？因为第一，美国高等法院判过来，伊是三权分立国家，他司法独立，伊判过来了讲，目前台湾还阁是美国军事占领当中，但是台湾并无看到美军袂使，你爱派兵去，所以美国人乖乖爱派兵来，啊派兵来变呐，琉球大家知影，琉球嘛是美国咧占领的吼，啊琉球咱定定捌看到新闻哦，底下美军的阿兵哥是毋是定定甲琉球的查某囡仔共强暴啦，共性侵有无？所以琉球的百姓足生气，一日到晚想要甲美国人赶走，但是故意咁赶来走。琉球参台湾同款，统属美国军事占领，军事占领啊！美国人是头家啊，伊咧管的啊，伊哪有可能会走啦？所以美国人伊要派兵来台湾，伊知影这代志严重，伊袂使重蹈覆辙，所以伊甲学校拢起变变，甲因阿平哥讲：你若去台湾做兵，你甲某囝坐去台湾，我起学校起变变，某囡仔读的，从幼稚园读到高中。这个标示证明美国人美军已经进来台湾了吼。过来，这个新闻呢，讲台湾是美国的西太平洋啊，永远不成的航空母舰。其实这新闻媒体嘛，常咧报。关键这是倒里了，这是内湖啊，内湖，内湖成功路到倒里哦，就号咧金湖路100号，金湖路100号嘛，6.5。啊，新闻拢甲咱骗，伊讲搞咧 AIT 有无？台北内湖 AIT， 都有我讲过哦。AIT 伫台湾未超过50人呢，啊，伊起到6.5是要上大，敢若扫涂骹嘛扫袂去哦。所以这是跟恁讲骗的。来啊，倒手边的，这是伫新竹五指山，伫竹东要入去五指山，其中半路有一条咧五指山哦，叫做乐山雷达站。即摆这个雷达呢，是目前全世界真厉害5粒雷达，或者普刷雷达，有3粒起伫美国，2粒伫英国。过另外一只伫咱遮，伫台湾，所以台湾对美国来讲是足重要的所在吼。过来咧，这屏东空基地吼，去年6月15其实例外一批啊，对花莲港例外。啊，例外了，为去伫嘉山基地，
为了屏东基地，啊，为的是走去台中千山岗，拢美军，哦。咱来看这张吼，这 AIT 有无？中天新闻报道其实足侪台拢在报啦。伊讲哦 ，AIT 美国在台协会吼、哦、官员的办公室6.5公顷六架半呢。我讲过啊，绝对不是 AIT 哦。伊下口就讲老实话哦，保密到家 ，AIT 盖新馆哦，空运美国的工人来啊，各位，如果吼、哦。如果那是 AIT， 我拄才讲过 ，AIT 伫台湾未超过50个人。AIT 是美国一个民间单位，啊，一个民间单位50人去6.5架是变来大，表示伊毋是过来。那民间单位的办公室为何要保密到遮？大家拢知吼，洪仲秋会记袂？洪仲秋是安那死的，你敢知？伊就是共在会翕相的去军中啦，就是军中遮的保密到遮啦，对不？洪仲秋就是讲在智慧型的，唔在讲抄袭啊。因为保密到家 ，AIT 盖新馆，空运美国工人来台啊，连工人都对美国再来呢。所以这100%是军事政府啦，它叫做美国军事政府，就是这。这第二个是无 ，USMG 的美国军事政府亚洲的指挥中心，就是军事政府，唔才伫遐保密哦。所以台湾人，咱今天爱看啊！我甲你偷讲，安尼就知。哎，后摆因咧报啥，咱就看有啊。内行的才看有啦，一般民众看无啦吼。过来，哦，这个图，这个是工地外海图吼。这旧图，这旧的看板拆掉啊，我已经有叫人去看过啊。即摆换新的，啊，这个新的有无？完工日期啊，甲拆掉无？完工日期，提早的今年。这个进行完工日期提早是今年2015年的10月31日啦，后个月啊，后个月就完工啊呢。啊，为何伊会提早完工？大家拢知吼，因为啊，阮关系足多哦。因为台湾民众其实拢传好啊，随时会当接政权。第二就是美军拢离开啊，所以他要提前完工。第三。就是李建龙，捌听过李建龙啦吼，李建龙就是照顾到一怪物团的，照顾两台个阿帕奇直升机哦，甲翕相，啊铺上网，啊姜阿毛看到呢，啊所以美国人会紧张袂？会咯，阿帕奇是美国真厉害的攻击直升机，无人知呢，伊竟然去甲翕到迄仪表板，啊佫阿姜阿看到，这其一啦吼，其二过来就是阿姜阿有识的亚投行知无？亚投行的总裁应该真正知吼。其实亚投行就是中国设的亚投行，要招足侪国家同时联合起来，要来对付美国的经济啦。啊，当然美国挡袂掉啊，提前完工，提早来台湾吼、哦，就是这個原因。过来，这台湾海峡吼，伫今年的3月15日海峡中心线，这应该新闻有人看过吼、哦，新闻报真大、哦。这条叫做 M503航线。其实啦，过去阿扁啊做总统时阵哦，已经画啊，伊画好啊。啊，迄阵想要甲飞，啊阿扁有抗议，所以毋敢飞。啊，这边3月15日，伊又讲要甲飞，马英九拢点点了，哦，所以即马开始飞啊。逐天过了100台飞机，伫只飞来飞去，这就是哦，表示阿强啊，要甲全世界人讲，嘛要甲台湾人讲，伊伫台湾的兄弟啊，已经要等于归家啊，所以。台湾甲平哦，其实参中国是无关的，所以海峡一人一半，这是正常的嘛。啊，都敢若目前敢若住伫台湾这个土地哦，本土台湾人看无，啊，甲讲去听无，啊，但是绝对若听，伊嘛讲啊，我歹信，嘿嘿，足可怜的哦。拢一直甲咱，嘛包足多人甲讲啊，伊讲哎呀，恁安尼母，阿强啊，敢要帮咱刷，拜托的。中华民国的宪法内底绝对无金门干嘛，无台湾甲平哦吧？台湾甲平哦，参中国是怎？那无关系嘛，是不是安尼？所以因阿强阿知，因国民党伫台湾的国民党特别当几家啊，所以海峡一人一半正常的嘛，这真哩简单的逻辑，真哩浅的逻辑嘛。哦，所以咱爱要看到重点哦，看到这个美感哦。过来咧，哦，这个安尼来看较准哦。金门是毋是遮？那来讲迄个车牌哦，其实呢一开始要讲，甲讲车牌就错一条啊啦。
伫咧两礼拜前，我去台北分局，甲分局长、副分局长、甲第四组的组长讲，伊讲难怪哦、喔，奇怪，我感觉今年总统选举奈感觉怪怪，啊怪伫倒伊唔知。我解释，我甲伊讲车牌，伊就抓一条啊。讲哎、欸，你楼卡多一台这个车牌，三台梅花，用许爱三台梅花创啥伊唔知。我就是这个代表金门，这个代表妈祖嘛，啊中代表平潭嘛，唔知中白色的，啊中迄条是扑倒出来哦。左右这两条是拉倒落的哦。假设今仔日平潭那不是伫遮啦吼，假设啦吼，假设那不是，假设平潭那是伫遮的话哦，迄个车牌就无相关啦。下底这两条拢青色的，关键这是白色的啦，啊知无？这是做因的记号啦吼。所以海峡中心线一人一半，表示讲台湾甲澎湖参中国绝对无关的。好像常在新闻当中有看到我们这个渔船啊，是不是没有许可啊？所以呢，闯进了什么什么的海域，这样的新闻常常听到啊。那么这个海域上面到底是怎么样划分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领土包括哪些地方。这个是五天前呢、哦，行政院所公告修正中华民国领海的基线，结果看到了，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啊，也就是这个虚线的范围里面呢，是我们自己的领土。哎，奇怪了，另外一条虚线呢，这条是归于大陆的领土，结果我们看到了马祖啊、金门呐、啊，怎么现在都变成了大陆的领土？土了呢？现在内政部长江宜桦表示，一年之内会进行二度的修正啊，这个领土要搞清楚。连我们自己行政院所公布的都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出问题？一定要把马祖跟金门给划进来。但是这个时候呢，维护台海安全的国防部跟海巡署却互相踢皮球，都说这个不是自己所管辖的范围，那谁来管？啊，那台湾人有精神错乱不？这新闻报的这不是我讲的呢，我是把新闻加到倒啊，大家再看有啦。那新闻都不讲呢啦，江宜桦，伊讲哎，台湾家己咧围是围到海，嘛是围遮尔，唔敢围超过无。金门妈祖诶，记者有讲哎、欸，啊金门妈祖都变别人个啊，拜托，金门妈祖原对着中国土地啊，本来就因个啊，那有啥物别人个？所以吼、哦，咱台湾足可怜个，去互老蒋会走来台湾了，甲咱个祖先人个，伊个六百万人口个大日本帝国个人。一夕之间变成中国人，过来三年后，因建书啊，建书老蒋招来遮，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在1949年，中华民国灭亡，海西台湾人归拢变成无国籍，咱也被判定为无国籍，就是安尼来啊。所以咱这边二月初二、二月二八，今年二月二八，搁再一次去控告中华民国，就是安尼，百分之百赢，严重违反国籍啊，而且。美国律师也说，这是严重违反美国的法令。哦，人人权嘛，美国是上头讲人权的嘛。所以你也想吼，伊讲哎呀，咱即马再叫江宜桦去甲回到转来，哎呀，哪有可能回到转来？即马阿江啊，着中心线已经划落去啊。即个是伫咧两年前嘛，两年前划，啊，去年海峡中心线嘛划落去啊。安尼有清楚啦吼。所以台湾人蛮讲骗去吼。过来要看一下吼，过来，好无？六年前美国高等法院判过了，中国人啊，两岸的中国人，国民党、共产党啊，动作频频啊。你若想过去台湾人，若要中国，拢摕台胞证。即卖伊讲来开始发这条咧中华卡，发中华卡呢，逐渐取代台胞证。各位，这阿强啊设计这个中华卡，就是要发了因伫台湾的兄弟啊啦，就是要发了国民党的啦。啊！台湾人做个腿下面，唔知讲会去领哦。那领着，领着变成安怎？伊有咧自愿的哦，国籍化就是安尼哦，意愿自愿合法。伊若家要办的，领着了变中国人。啊！中国人要安怎？六年后才去改造转来，无安怎？啊！这六年要安怎？较艰苦的啊！一年做四摆，可能去出境就好啊。一年三个月啊，一摆出境记录哦。过来哦，再一次证明。中华民国国民党所管辖的土地只剩下金门跟马祖了。车牌就讲啊，海峡中心就讲啊，加个金马卡就讲啊，金门跟马祖都是国民党来管的嘛，因要另外做只卡，金马卡。啊，阵呢弄来领中华卡，啊叫咧金马卡，足趣味吼。即摆中华民国所谓的中华民国伫台湾的上尾一届总统是谁？应该大家都知道吼，马英九，马英九，啊，马英九的幕僚像
马英九的幕僚有三个啦，迄马龙因家咧讲的哦、喔，伊讲马英九的幕僚有三个，第一个是金溥聪，没错，第二个咧嘛是金溥聪，第三咧还是金溥聪，才拄好吼，金溥聪跟马英九两个是一搭足好的，足好的迄、那个迄、那个，来讲政治伴侣也好啦吼，还是特殊的我唔知啦吼，足多人咧讲啦吼。伊哦，伊一个先辈，一个先金，啊，拄好伫即只做上尾一届总统，啊，伊要当倒，伊要当金门干嘛做？啊，有拄好无？天佑台湾呐、啊！即间袂输天安排呢。你来看，咱遮是河尾几号呀？或者万林溪路100号对无？这毋是吹呢，这拄着呢。美军伫中伫个内湖啊，金湖路迄嘛是100号呢。嘿，那遮拄好。啊，你来看即个马金甲金马有拄好无？有趣味无？即我昨暝才看到，哎呦，哟啊！想要一开，要转下咧，马英九甲金溥聪哦，金马啊，因要转去金门马祖无唔对啊，100%。啊，因为金门马祖村里，因为土地村里平潭唔是哦，平潭那个是阿强的哦，是两岸来共同管理的了哦，趣味哦。过来咧，2015年的4月17号吼、哦，等于4月17日下晡。中国海巡船舰、啊、开到金门岛的旁边哦，冲啥你敢知？要求啊进出金门的船只停船受检，安尼看有意思无？安尼敢看有意思？也是雄雄，也个咧爱困爱困。你也想啦，金门妈祖是不是讲在中华民国？台澎金马是中华民国，啊，金门妈祖。中国的海巡船这台这么大啦，变到8003啦，开到金门的边啊，要求进出的船只停船受检的，表示金门妈祖已经阿强阿咧管的啊啦，啊有清楚无？这新闻报的呢，新闻报的呢，你来看哦，伊下底哦，伊的发言人就佮我讲哦，中国伊的官方说话，伊讲哎呀，你卖误会哦，你看，这个我们是为了要缉捕哈、哦。盗沙船只，安尼阁有趣味无？咱还阁要看报纸哦。金门妈祖唔是国民党咧管的，你阿强你敢管啥物碗糕？是不是安尼？金门妈祖是国民党咧管的，你阿强你派海巡船去要共抓啥物？盗沙船只，表示因兄弟啊已经归家啦。咱就是对独家开始，就是讲美国安排中国国民党甲共产党和解，7年前就和解嘛，对不？所以兄弟和解嘛。过来嘞，第二句伊就讲老实话哦，咱来看哦、喔，全程的台湾海巡船哦、喔、毫无作为啦，媒体亦不敢报道啦。各位看到这会生气袂啊？咱下敢在座敢有人无咧纳税金诶？那无请亚洲姐好无？我了解者，大家拢有咧纳吼，嘿嘿嘿，税金啦，其实咱有咧纳税金啦，不只是做生意交纳税金哦、喔，咱去超商买者物件扣税，迄是纳税金啦。咱日常生活，逐工都咧纳足个税金，或者是政府啦。啊，所以咱这个政府，咱知影有海巡署的吼，台湾的海巡船吼，领咱的薪水，啊，驶船驶去金门马祖，你管工，阿强你管嘛？因为是金门马祖已经阿强你管来嘛。啊，咱的海巡署你看，全程的海巡署，全程哦，台湾的海巡署哦，毫无作为啦，啊，媒体啊也不敢报道啦，各位。咱纳税金可以驶船去遐佚佗，啊遐放互阿强咧看，安尼哦，安尼我看我愈看愈精神错乱呢，哦。爱岛的金门马祖人如果要办美签的话，这个国籍必须要改成中国大陆吗？这是民众的投诉，说他的朋友要到美国去念书，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但是在签证的申请表上面却要写中国籍，让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来听听 AIT 的解释。 AIT 说，因为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所以国籍才会被归类成 China。民众在 AIT 外头排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冠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的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
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好久以来，这个事情不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对，就是好像每年有继续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TVBS 新闻综合报道。各位，安尼看无？啊，看无吼？啊，金门马祖像诶，迄阵是一人咧控啊，迄新闻嘛一直咧报啊，啊，但是阿多啊嘛参面打面有仗啊，因为金门马祖嘿，因为迄有咧用电脑设计哦。因为金门马祖本来就是做福建省的嘛，啊，所以伊就讲，哎，就电脑设计无多，迄就电脑设计再来改看会使改未？未改啦，足侪单位，足侪人拢走着传落啊，干那本土台湾人家己唔知尔，民进党嘛真了羞，一日到晚咧讲台湾人认贼做老爸，你讲伊家己啦，伊本身就认贼做老爸啊。等下你来看吼，七年前陈年年来哦，迄个国旗啊，才有趣味吼。咱看到这就知台湾人已经拢精神错乱了吼，精神错乱了。过来嘞，这网络新闻哦，2016年的六月提到联合新闻网啊，讲真大。市长快讯，暑假快到了吼，跟着赖一起旅行，公职就业创啥？两人看电影，一人免钱吼。哎，下口一条看无？自台70年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即将离开。这报纸新闻一直在报，一直在看。那是台湾人哦，因为台湾人个国民党物价吼，老实讲，生活足歹过，民不聊生。大部分的人哦，拢选择要来赚钱的维护啊。你看这摆囡仔领一个月讲，领22K呢，一个月做到要死，领20000呢，这薪水是倒退路呢。啊，足多人嘛，赚无够好开啦。因为社会物件一日贵，尤其是卖酒。第二年的款，第二年的进程啊，真夭壽。油电双涨，母一个百业齐涨，啊，物件啊起来回不去了啦，好不？即摆就是安尼，大家爱袂叫母啊，这个叫做温水煮青蛙啦吼。其实呢，即、這个号在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伊一开始来就是这個政府，所以伊个机也袂使压，等下有人看迄个影片吼。应该是过来这里。不要了！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冲上路桥，高举不欢迎共匪的白布条，要陈云林滚回去。我是台湾人，这是七年前的东西。警方火爆驱离，布条看到就拆，毫不客气。大南北三万枭雄，大南北三万枭雄。就是要呛下陈云林，民众不甘示弱，围成人墙，还爬上围栏，把自己国家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上去。警察暴力，暴力哦！警察暴力哦！警察暴力！但谁也没想到，远警会把国旗当场毁掉。拿走！为什么要把国旗破坏掉？上级交代吗？我这警察真可怜啊！为什么要破坏国家的国旗？小员警不敢说，那问问大局长，总该知道吧？这个时候就没有人拆擦国旗嘛，大家都没有嘛，是不是？组员毁损国旗的情形，你要没有，没有毁损，没有毁损，没有全程拍下来。光这大光的，画面会说话，明明被媒体全程目击，警方还想否认撇清。中华民国的警察竟然带头毁掉中华民国的国旗，军警的忠贞教育到底都学到哪里去？这一头远警竟然硬生生把象征中华民国的国旗扯断，但反观中山北路这里，这群号称是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民众，却可以大大大的举着中国五星旗迎接陈榆林车队通过。在中华民国的领土上，执法人员保护中国国旗，却公然毁掉自己国家的国旗，这根本是带头违法，连国民党议员都看不下去。任何人都不能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标示有一些私匪这样的一个行为，这样的行为可能会触犯刑法160条，然后会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跟以及300元的一个罚金哦。今天你先要拿台独的旗子，你要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子，你要拿中华民国旗子，我觉得那都是属于言论自由的部分。
但是要有统一的标准，要一视同仁，不能反而对我们自己国家国旗特别打压。如果以为只是个案，那再来看看这个状况。他把国旗收起来好不好？因为这也是公共场所，国旗是我们国家的呢。你告诉我收国旗的理由，你告诉我一个理由，我收。公共场合不能拿台湾的国旗，这是什么道理？连女警都被问得哑口无言。中华民国的国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挥舞国旗，居然要被警察驱离，而且警察居然还这么过当的将国旗损毁。我想我们的警政署长不但要处理，而且他要出来公开道歉，是不是请我们立法院将所有警政署的预算跟这个单位全部裁撤？因为我们不需要了，直接请中国公安来好了。同样是国旗，真的是中国的比较大，让公务人员可以连国家尊严都不放在眼里。对照马总统一再强调的两岸对等关系，看来格外讽刺。各位，安尼看无？迄支国旗还是假的啦！1949年都袂使用啊！咱个平安不死呢？我自细呢，读册就讲打倒恶寇，反共残，匪谍就在你身边。对，迄阵骗人讲，咱来反攻大陆，啊！即摆伊即摆走咱们两个兄弟伫遐高讲一家亲啊！啊！即摆换民进党咧甲咱骗，有注意无？在我了解吼，民进党其实就是各位恁可能唔知啊，民进党是虾米人创立的吼？敢有人会知？唔知，精神错乱了吼！台湾人看到这真的精神错乱了，但是足侪台湾人到今仔为止。他选择随便，选择不要相信，足可怜的哦。你看哦，其实因会当举，敢剩这支旗啊尔，中华台北，有无？因若举因那个流氓政府旗旗啊，出外口比赛吼，阿强啊无拢会甲抢来甲打呀，本来就打呀。啊，你已经死啊！阮即马是五星级代表呢，你搁咧举青年百里万里红啊，1949你就死亡啊呢，对不？所以他們如果拿這支旗出門，保證沒人會反對。他有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他的全名很長，但是這支旗寫不下去，所以他只叫頭前這兩字中華，後面這兩字台北，有沒有？中華台北，如果拿這支旗，強就不太管了，再去拿，就是這支而已，就這個，有沒有？這台灣都的朱慕言，就是這支。就这支，剩这支会使尔啦。这才是因的旗啊啦，这就是因的名嘛。其实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伊是伫台湾嘛是一个民间单位尔呢，已经毋是一个政府啊呢，它不是政府呢。过来看哦，6年前美国国政法院判过了，马英九赶紧没台湾人的钱，伊写个57亿个，尾下佫追加，佫追加，佫送金门县长啦。这就是金门县长，上个创啥你知哦？起一条桥叫做金门大桥，伊大金门通小金门5公里，金门大桥冒台湾人的钱去做因要用的桥啦，同款用咱的钱去做因要用的车牌啦，有夭寿无啦？未来啊，伫小金甲大金中过一条桥哦，叫做金厦大桥啊，不，小金甲厦门迄条叫做金厦大桥，迄条较长，大概5.5公里啊。迄因卖户袂来乌钱啊！因伫即几个月因就会走啊，卖户乌啊吼。过来，即个新闻呢，伫今年4月初1 ，F-18迫降台南机场有无？应该有人新闻加减的听到，因为伊报告就讲一直报啊！你若想歪听嘛，无可能会翻墙去听到。台湾的记者乌白写，咧推阿强啊，推国民党讲话吼，伊讲美军 F-18啦，迫降台南机场啦。28年来所见的，敢有影是迫降吗？我袂讲，绝对毋是迫降吼、哦。你看，即台 F-18的大黄蜂啊 ，F-18大黄蜂是即摆目前美国嘛是真厉害的攻击机吼、哦。攻击机即台诶，就是2天前伫3月28迄天啊，中共啊叫我派一台战斗机飞去巴士海峡射一阵，搁转去。美国人当然生气哦，你要甲我呛声？这个土地是我美国人咧管的，你使进到机啊来只设置是啥意思？所以我听讲美国听讲派两台伫航空母舰啊，派进来 F-18降落台湾机场，有无？啊，台湾的记者、台湾的新闻都咧乌白骗来讲，哎呀，因为迄两台飞行机吼，
安林派的有无？你有听讲？伊无讲安林派，迄骗台湾人的啦。迄破将，因这是军机呢，军机袂使乌白破将的呢。表示美国要甲中国人呛声啦，对啦。这个土地我咧管的，你空空你使你的战斗机啊去南海射一阵。所以呢，如果若是破将的话吼，是不是两三天后，因的空军的吼，是不是去台南逛大街啊，吃小吃？哎，不知道无啊。哎，我安尼派个高官去吃小吃哦，要用半公转咯，对不？所以呢，美国真生气，不但派进来 F 十八降落台湾机场，顺续个发布新闻稿，跟阿强阿讲，讲希望北京当局看得懂意思哦，这不是迫降哦，这个叫做例行性登陆，例行性着陆了。就是要跟阿强阿讲啊，这个土地，台湾这个土地是我咧管的啦，我随时要来拢会使，什么是迫降？干那袂出这件事我的。啊！我半暝要回来嘛会使，我透早要回来嘛会使。甘只爱讲我透早还是半暝要回来，搁啊出面隔壁问者讲，哎、欸，拜托，给我破降者安尼。厝了我诶，我得去出面隔壁问。所以类似这个问题啦吼，类似这个原因。所以呢，中国伊个外交部发言人啊，伊嘛要回应美方的谈话哦，这是国际新闻哦。伊讲那不是破降哦，那希望哦，希望你们美国哦，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啊，中华就是要甲美国人讲，讲啊，中华民国已经无敌啊，已经死亡啊。希望你美国恪守一中政策，各位，那个一中敢有可能中华民国吗？百分之百无可能嘛吼、哦。那个一中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民国38年十月初一日刚成立，所以伊要甲美国人讲讲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伫遮哪个无清楚？咱来看朱立伦吼、哦。朱立伦是不是目前国民党的党主席？伊伫差不多一个月前，是毋是去访问习近平？伊徛伫习近平的边啊，面对全世界的媒体，伊甲习近平讲一句话：，伊讲我们两岸呐、啊，同属一中，有无？伊嘛讲两岸同属一中啊。朱立伦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党主席嘞，伊嘛是讲两岸同属一中呢，表示没有中华民国了呢。过来，应该是跌头五个月左右吧。中华民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有无？洪秀柱伊嘛讲一句话，伊讲一中同表，啊，台湾人敢听有？一中同表有人听无？意思啦，伊要甲台湾人讲一中同表，要甲阿公阿奶奶来讲，我们只有一个中国而已啦，我们同表就是咱两岸的人拢讲一个中国啦，就是迄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已经没有中华民国了啦，所以洪秀柱到尾啊。是讲可怜的台湾人听无，一讲一中同表，或者政治语言呐，一般有咧插政治的才会知啊，但一般平时听无啊。以前干脆讲白话，伊讲我不能讲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有无？哎、欸，伊是要选中华民国国民党诶，伊国民代表国民党要选总统诶呢？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呢？啊，伊竟然讲遐白，伊讲我不能讲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啊，当然就是讲。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嘛？有无？足多人在讲中华民国不存在。啊，希望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吼，足多吼。所以真正咱来学，咱来听这课就是哎，学呀就过达啦啦，学呀看车牌，也敢讲车牌，学呀讲新闻要安来看，要来看美国，安尼就过达啦吼。去年的六月份啊，六月十七啊，《自由时报》A 四版的刊刊真大片吼。台湾人敢看有，唔知几个人看有哦。其实咧，伊讲我海军司令啊出席美舰艇司令交接，欸，中华民国已不存在。叫你讲，伊较早会写中华民国海军哦，你嘛写俄海军，俄海军，俄是啥？无人知。中华民国唔敢写，欸，所以伫旧年你来看哦 ，ROC 啊，中华民国伊个军令啊，已经其实交伫美国军事政府遮啦。旧年都换美国人咧管啊啦，军呢？哦，军令的哦，这报道可能遐大片，敢会假的？过来嘞，同款，主席无干的哦。今年5月17日一天啊，国军标案汉光演习哦，围城美方规划，这嘛足侪台湾人看有，要相信无？包括在座的嘛，经常看有，伊这啥物意思？你知无？国军标案是哪一国？中华民国不敢写呢？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
一直不存在，一直无人敢写出来，足久，一直六七年来拢安尼。中华民国不存在哦，国军标案，汉光演习啊，围城美湾规划，各位你来看头一张哦。去年啊，因为军令啊已经交伫美国国土政府啊，啊，为何今年的汉光演习着搁开钱？围城就是爱开钱啦，围城美湾规划嘛，因为即马是国民党咧换政权嘛。我若是安尼编落去，立法院是毋是爱编钱？啊，编钱就讲要开予美国，伊就够国民党好赚啊嘛。伊就若有钱咧流动，有做工程，有标案，啥物伊就钱好赚啊。就是安尼啊，大家看这国民党咧歪歌词啊，做就是安尼来吼。国军标案吼，中华民国不敢写吼。过来，这个新闻呢，去年的四月初二，伫华联《东方日报》刊呢。因为去年的四月初一迄天啊，拄好 F-18 降落台南机场，同一天，咱宜兰州哦，宜兰州办公室昨天成立，百名干部啊齐聚一堂，台上台下一团热闹。哎，你这遮远安敢翕袂到？哎呦，我看你翕，我紧酸，我惊个你翕到，翕袂到啦吼。其实嘛无要紧啦吼，其实呐用随身碟哦，用酷个上好。各有影片，大家拢会当看起吼，搁较清。即个看吼，因为《东方日报》迄天吼有一个记者嘛去遐听，啊，迄天秘书长伫台顶咧演讲，伊自头听到尾。无紧，我来讲吼，等下其实我只有几本诶，免翕啊。即几本内底就参照一模一样。对，无紧啊，加减翕练功夫嘛好啦吼，后摆就袂误啊。你看吼。去年的四月份，看那四月初二讲哦，伊讲台湾民政府啊，美国在半年后接管台湾。这记者一听的爱写的，吼、哦，各位，四月初二伊讲看那啦，是诶、欸，今年四月二号吼、哦，四月份看那吼，今年的四月份，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半年嘛吼，安尼走当时真活啊，要活啊！记者咧摇摆拢足准的哦，记者足厉害，记者会片面咧，记者会西瓜画大饼咧，记者咧墙头头风若吹了，伊就顺着风吹啊，伊绝对无可能进风咧。记者伊是媒体是为着要趁钱咧，伊知影西瓜画大饼，伊知影台面上要后摆就是政府嘛，所以退咱咧写，你有看无？若毋信哦，过来看下一张就知啊。你写啥？今年四月二九，即大龙洲啊，咱的同心有过了百人，手举关东旗、举民政旗啊、举美国国旗，去大龙市踅街，你甲大龙市民讲，咱台湾民政府大龙洲传好啊，随时会当来接政权。结果迄个记者吼，自由时报记者，甲咱写千人建筑，做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各位，安尼看有意思无？迄记者咧甲咱抱啦，抱狗腿无？明明两三百人，一下千人建筑，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看无？记者真厉害啊！记者会片面，记者会知影啥物人要做头家啊？哦，啊，但是这个自由时报记者甲咱抱，甲咱碰风哦，咱莫甲怪嘿，因为你甲咱碰风无要紧，嘿，过来哦。这个新闻同款，我也不去讲，大家不要看新闻啊。这个新闻若看有的人，举手者，看有意思的人哦，看有意思哦，大哥，你先看有，来。去年二零一四七月初一天看的哦，去年的七月一号，刚才这种报道讲做的故事啊，伊讲安倍内阁啊恢复集体自卫权有无？安倍你知影啥啦吼？哎，迄天哦，日本人哦，迄天为了大家，我安倍相伊讲唔知讲，安倍你唔捌哩，安倍就日本一个歌星，伊讲，哦是哦，真侪人唔知啦吼、哦。安倍是日本的首相，因为咱台湾在就拄只一直讲我即马吼，台湾个平洋甲日本所有土地拢属于日本天皇的，绝对唔是日本国家哦。所以天皇是头家，爱请一个总经理，就是类似安倍讲，啊，你甲管这个公司啊，管这个对不？国家
这政府和安倍去管。所以安倍啊，因为日本的首相摸唔着，安倍内阁为何会恢复集体自卫权？大哥，为何？为何他要恢复集体自卫权？你为什么解释？你唔是讲你知？你唔是讲你看好些新闻？足简单，三百年嘛。哎，台湾在李主席的人建刷了，1945年八月十五，日本是不是投降？投降了，当时是麦克阿瑟将军啊，在日本，甲当时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改掉，限制日本人敢那会使有自卫队，袂使共拍，会使安尼，人家拍，人家真会使要动的呢，吼、哦，自卫队嘛，日本的自卫队到即摆已经70年啊呢，啊，所以伫去年。4月23日，奥巴马其实有去日本，这国际性的新闻哦，就是要帮助安倍把这个物件恢复回来。过来咧，其实上重要第二关，伫昨暗通过啊，或者新安保条约有无？昨暗通过啊，吼，140几票当赢到90票，赢到50几票啦，赢嘛，表示日本即摆会当出兵啊啦。所以去年刚才恢复自治主义前两年哦，咱也要看哦。伊讲啊，台湾来讲攻击日本已经会使出兵相救啊哦。你爱讲为什么呢？无你来讲，啊都一直会使来，会使来是你讲的。咱来甲亲戚朋友讲，70年前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啊，迄阵台湾甲日本是共结好的呢，你知无？这敢有人超过71岁？你有哦？两个咧啊！啊，看无呢？我阿叔即摆人讲，看78岁，表示你拄仔出世的时阵就是大日本帝国的人啦。日本人离开台湾的时阵，你已经7岁啊，对不？有读1年啊无？啊，拄仔要读，因就走去。哦，我咧什么准无？所以咱了解这国际法了，世界战争法了，咱对这有这国际法你了解了，就像我呢，吼，大家拢一问就知啊。啊，大哥，你几岁？75。啊！日本人离开就那4岁，所以恁两个拢是大日本帝国的人呢。你是安尼去是日本国的呢？亲两个安尼去啊？哦，所以咱来看哦，70年前是共家好的，啊，70年后的今仔日是啥物？共地主的啦，兄弟啊啦。所以咱即马参日本好在邦联的兄弟啊国家，啊兄弟啊来讲球，伊即马会当出兵啊嘛，当然嘛会使来甲咱球，对啊。就要解释到这样的人才听有啦，70年前刚结好嘛，无你唔信问就知嘛。过去台湾有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无？敢有？无哦。有人讲无吼，有人讲有吼。啊，台湾有去飞行器公司无？有啊，多一个甲咱弄的。脏啊嘛，脏啊！你咧荧幕上看，我看片啊。感官，而且复习者嘛，好啊。所以咱也要讲讲这吼、個。所以呢，伫去年的7月初一开始，各位，你听我甲亲戚朋友小叔，伫去年的7月初一开始，敢有人伫电视八个看一摆，讲阿强阿个派起来，从那去钓鱼台共插旗啊？敢那无吼？去年的7月初一开始，伊就无人敢去安尼，因为过去日本人讲限制条的，只有自卫权，但是不能征兵。袂使共开枪诶，所以中国诶是毋是派伊阵啊去遐共插旗啊？讲迄钓鱼台是中国诶，啊日本人是毋是足生气诶？啊足生气要安怎？袂使开枪，要用泉水诶嘛？你看伊是甲泉水，啊泉水也无要紧啊，要泉大家来泉，好水相喷尔，对无？伫去年7月初一开始，恁敢捌看有人捌去看阵啊去钓鱼台过？拢无啊啦，包括南海嘛共款哦，走了了呢。南海伫倒恁知无？伫菲律宾的较南边遐，有三个所在叫做新南群岛，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甲南沙群岛，有无？迄嘛拢日本天皇的土地啦。啊，所以去年的3月份、4月份，是不是咱台中伫越南去用抢到要死，甲放火烧抢了了，工厂抢了了，有无？你敢知影什么原因？为什么越南人来去抢台中？咱怎那啊？嘿，对，来安尼。啊，而且越南人佫上气中华民国的人，伊上气中华民国，比你去阿强较气呢。啊，因为伊参阿强啊伫啊越南吼，参阿强啊伫南海啊，咧抢迄石油啦。
迄个人诶，毋是因诶土地，按两国伫遐抢啦，包括菲律宾嘛去伫遐无，菲律宾、越南、阿强啊，啊甲文莱，敢若马来西亚嘛有啊，啊即马对旧年抢诶推掉，超了了啊，超了了啊，敢若讲钓鱼台就好啦，咱只靠咧报钓鱼台，你只要共三输小输啦，你保证赢诶嘛。旧年诶七月初过了，敢有人去钓鱼台？无人去啊，无人敢去啊，因为安倍内阁已经恢复自治主义前啊，吼。过来，这个新闻呢，今年六月十五刊的吼，这是联合报吧？这联合报，啊，自由时报嘛有刊吼，自由时报嘛刊做外篇的吼，自由时报伊讲啥咧？伊讲台湾六个州，哦，六个州，宜兰州、台北州、新竹州吼，台中州、台南州、甲高雄州，六个州啦，啊，四五十个军拢完成啊呢，各位恁知无？台湾规划六个州在啦吼，啊，总共有几个郡你知无？几个郡？五十个，大概五十个。啊，一个郡吼，管辖的人口大概五十万人口。哦，所以呢，做郡守嘛真大呢，做郡守会当管到五十万人呢。比这市较大吼，五十万人。所以台湾大概规划为六个州，五十个郡。哦，像咱新的州就有九个郡啦，九个郡。啊，每一个军拢差不多五十万人左右啊，有诶较侪，有诶四十八万人，啊，有诶五十八万人。哦，因为用乡镇路规划会差会输啊，拢规划好啊。所以六月十五迄天啊，我有一个朋友因堂弟哦，伫行政院咧打工，二十外岁啊尔。吼，你几岁？你嘛哈？啊，伊较侪，伊差不多二七八岁，伊拢啥物官二代咧做伙。啊，伊也拍电话来甲我讲，伊讲，足恐怖呢！迄天六月十五迄天。行政院内底人心惶惶嘞，大家各个党撞来撞去，啊，拢面足惊吓迄落型。啊，佫有大官啊讲一句话，伊讲啊倒啊，即届中华民国真正倒啊！你无看台湾民众拢喘好啊，随时要接政权啊嘛。所以因人心惶惶啊，参六年前同款，人心惶惶。哦，过来吼、哦，咱甲亲戚朋友讲到遐侪，就是要甲亲戚朋友讲，中华民国这张身份证特别袂使用啊。你咧袂使用咩呐？伫台湾的中国人，伊拢知哦，伊拢开始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旅行证。因为中华民国再强调一次，绝对不是一个国家，不是国家绝对不能有护照。这世界法规定啊，真清楚哦。所以伊唔是一个国家，伊要走路啊，这张身份证袂使用啊，因赶紧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因兄弟啊发了伊个旅行证啊，不是国家不能有护照，只能拿因兄弟啊。发给他的旅行证，一提了这张旅行证，等同中国的护照，嘿，就是安尼。那台湾人要怎呢？这张身份证袂使用啊，赶紧叫台湾人来签这张身份证。在座应该有签的无几个啦，有啦，讲在送啊，我昨暝我听到啦，在走啊，恁有看到未？有看到这张身份证未？有看过啊？有注意甲看过啦吼。我等下我再放大給你看吼，所以台湾人爱赶紧来签这张身份证。那这张身份证如果呢摕到变喏，美国会发给咱旅行证件，对不？摕到美国的旅行证件呢，等同美国的护照啊，这张就是美国护照啦。啊，这是绿卡啦，好啊，这张是枫叶卡啦，这是加拿大的枫叶卡，好。美国爱发给咱旅行证件啊，这张旅行证件哦，昨暝敢若秘书长有讲吼。金黄色的外皮吼，你要发啦，参琉球同款啦，琉球嘛是提色嘛是金黄色的，哦，咱就摕到这张旅行证件等同美国护照。各位，美国护照较好用，还是中国护照较好用？哦，安尼比就知啊，大家嘛知美国较大，美国全世界老大呀，啊，当然是要怎啊吼。所以摕到这张身份证了呢，就当拿到旅行证件。各位，这张身份证，咱甲亲戚朋友讲，叫伊来签，咱来活动间讲个重点吼。身份证重点伫遮，右下角后壁右下角有四字 USMG， 有无？这身份证后壁有写 USMG 有无？那边我等下只，我只会提现片互你看。其实安尼看就知影啦，就是后壁嘛。这张是身份证哦，身份证嘛是驾照，同时嘛是健保卡，三合一的。这个证件啊，拄到吼，资料拢出啊，三合一这张真好用吼。
重点是后边这四字啊 ，USMG 啦吼。那价值嘞，价值伫倒位？伫头前，正面这两字 TW。后摆啊，台湾的胸前有足侪种记号的哦。那 TW 嘞，恭喜你就是本土台湾人。啊，要安怎会当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呢？每一项拢爱去户政事务所堆堆到日本时代的户籍成本。那这两字安尼去吼，你就是日本人啊！你直接去个户政事务所讲，我要我搭可是日本时代户籍成本，伊就给你啊，一张十五块尔。啊，你啊摕到迄张，你就是 T W 啊，保证你是 T W。上价值就是这 T W 啦，啊，上重点就是后壁迄四字 U S M G 啦。咱即来看 T W 吼，过来咧。新闻前的分辨了，后摆有足侪种的哦吼。那咱本土台人就是 T W 哦，加 T W。啊，若不是 T W 呢？下加一挂，就是爸母一方面是台湾人，啊，一方面是外国人。我嘛咧，要为妈妈嫁外省的啦吼，啊，为去嫁人那去娶越南的娶中国娶，或者变那种的吼。迄第二代先来就无共款吼。那伫台湾待久，迄个流亡政府呢，国民党迄挂。因那么大会使哦，袂使人管那个人权哦。但是因的主治无人管，或者西医，啊那阿强啊共产党会感觉讲，哎，好，揣无哦，揣无会较费气啦，揣无就袂当 T W 呢，是你本人诶。无要紧吼，但是我来讲吼，因为等下我再来讲吼，我先讲这吼。剩下这个呢，那阿强要过来台湾大会使未？咱甲讲啊，这个规定啊，咱有咱的法啊。你爱，不是讲来只罗安卡呢，来只做去吃呢？你爱存款有几亿，才会当办来只大？咱会知咱个规定啊，是不是安尼？所以阿强啊，人来要来只大，伊主持有的西恩、China 中国人吼，啊那外来面就是 VN。泰国的 TH， 菲律宾 PH， 印尼 ID， 美国当然是 US 哦。这个呢，统称台湾的绿卡。啊，摕到身份证，摕到台湾的绿卡变喏，无要紧。满六年后啊，就当换成个 TW 啦。啊，所以你也有可能，你也有可能，你也不是 TW 哦，无要紧，六年了嘛够。嘿，六年其实足紧就够啊。啊，我等下再跟你讲无同款的哦。所以六年后呢，但是这六年呢要正常缴税哦，未使有税金无啦啵。啊，然后这六年没有犯罪的记录哦，还是良民呢。六年后才会当改成 TW 哦。迄个我来讲哦，其实哦，你来有在上课，你继续甲上了。你今仔初级班、高级班，你若是过五关了 ，OK， 你就是台湾民众的同心吗？咱若执政迄天，你马上可以。改为 TW， 啊，若无就爱人妖啊！啊，安尼你有赚到无？你来遮上课赚多啊啦！你要身份证了了？但是你即摆爸爸迄边是毋是找无？啊，找无会甲你美国人会甲你判定哦，有可能你妈妈是嫁外省的，所以不无要紧啦，我讲啦，搁找啊，若找无，我即摆甲你讲嘛。你即马若接，咱若接上一工，因为你起码有来上过课，那接上一工，你就可以马上改为 TW。安尼，我唔是讲你来只赚到啊嘛，对不？这听我公开讲的啊。所以即个后咧统称台湾的绿卡无要紧，嘿，六年后就咱改到转来啊。啊，过来咧，咱要讲讲吼，这张身份证有啥物好处 ？TW 有啥物福利？就是伫遮嘛 ，TW 福利遐多啊。全民健保看明面，只我讲这张是三合一的嘛，是身份证嘛，是驾照，同时嘛是健保卡，吼、哦，三合一的。所以咱们那 T W 的看面是免钱的。啊，即卖有超过80万的囡仔有助学贷款有无？免零啦，即、這个政府推行。过来呢，咱若执行了，对幼稚园读到大学，其实读到博士嘛免钱啦，拢即个政府栽培，拢免钱。过来呢，超过18岁以上啊。只要有那是 TW 要超过18岁哦，会当甲政府申请一间厝来住，20平左右，嘛拢免钱呢。住到老去啊，
带到来雄雄哦，爱大家，大家爱，记爱会记得穿贵，你若雄袂记得穿贵，歹势，政府就收定啊，换别人请，或者公道，一人头二十平左右，至少以后台湾无人咧租厝啊啦，无人咧租厝啊，我无钱人买大间厝，我先租一间，先请一间啊二十平来住嘛好吼，其实二十平嘛，那阿公阿婆那小家庭嘛住落啦，佮生两个囡仔嘛住落，那小朋友嘛，其中住落啦吼。过来咧，那摕到 TWA 超过65以上老人年金嘛，每个月800块美金，各位，800块美金超代表偌济？哦，你做生意哦，算钱较紧。那38了，头2万四吼，那一个月2万四，安尼有够用无？安尼去？有哦。一听到哪里是台湾人啊？台湾人就是朴实过意嘛。你若讲无会使加呢？啊，你见面就讲有。有就头两万四啊！哦，但是咧，我阁讲一项哦，两万四有限制哦。如果啦，恁台湾伫咱台湾面前执政进程有轻伤症的，有送件的啦，就算啦吼。每个月800块美金，但是爱开1000块代表你知啦吼。迄1000块叫做公本费，因为咱咧退伫寄到美国来回爱头2-3个月才摕到啦。迄个公本费，但是无要紧哦，即摆开1000块公本费哦，伫咱面前执政。了后会行你5倍的消费券，会开1000块，会行5倍消费券，所以开1000块袂完拢开啦。啊，若等民政府执行了后，再来清收证，无要紧，迄阵就免开1000块啊，迄阵免钱就当清啊。但是呢，老人年金啊，有可能会减200，嘛有可能减400、哦。如果来减400，是一个月变400块美金呢，安尼偌济？万二哦。啊，所以咱来甲亲戚朋友讲个真清楚啊，大家欢喜甘愿的啊。你讲要65岁以后要政府一个月，互你2万4，也是要互你万二，家做决定，咱袂使甲强逼的。哦，而且有这自愿意愿合法嘛吼，爱、哦、家去办，较戆个嘛要2万4，按2万4变喏，较紧送啊，紧送件啊。尤其是点哦，即马如果人去户政事务所，任何一间拢会使吼。去户政事务所，你甲土地本时代户籍成本，就5分钟就出啊。张15块，如果那单民众执行了啊，你啊想啊，可想而知啊。迄户政事务所那入面的人会错一条去上哈，啊，将会门票摕来才来卖哦。本来搭车搭个样，伊大家想要赶紧要办民众的身份证的嘛，绝对排队嘛，100%排队嘛。啊，排队的排几工唔知，刷了福利佫较少。较戆的亲戚朋友嘛，叫伊紧请，是不是安尼？就是他家吼，他家。啊，过来嘞！叫下着1200块，有什么了解无？1200块是啥物事哦？1200块美金就超36000啦！1200块就是拢有上过课的，哦。未来啊，讲啊，我着换另外少年来去做官啊！我上过课哦，就是10个月安尼，1200，安尼会好未？你还是四人呢？那要讲以投资报酬率来讲啊，直接在开发这。伫遮台湾民众并无收钱啊！恁所拿的钱是哪个乡恁知啦吼？这农场的头家阿不赖呢，头家是伊呢。咱无所在，咱也袂执政，也无税收啊。安尼去，你要讲啥？哦，哎啦，对啦。啊，其实哦，人哎，李登辉几岁啊？你知无？李登辉日本人离开时，已经22岁啊！伊咪讲我22岁进前是日本人，我22岁进前日本就是我的国家。迄落尾是因为国民党走来遮哪倒，日本战输啊！啊，所以你7岁时，你7岁进前你嘛日本人啊，你嘛日本国家，啊你4岁对不？啊，即马变，你啊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才变中国籍，变中国人。啊，到3年后，伊1949年国共和内战，中华民国被消灭啊！啊，恁煞变无国籍，啊，即马大家嘛无国籍，啊，即马你哪个签了台湾民众的申请，又个恢复啊？啊，臭屁！一世人都经过4摆国籍，足臭屁啊！这后摆听我写一本册，足臭屁吼！所以咱来讲讲清楚，福利伫遮啊，各位，恁安尼有人怀疑讲啊，钱要对倒来无？绝对有人甲你讲，骗笑的。他这政府都要倒啊！倒看庙咧，管政府都无，连薪水发袂出啊！哪有遐侪好康的？这有啥物画大饼无？有无？恁倒是讲恁家己有安想无？
够可怜。不是啊，你们会不会怀疑自己啊？会哦，啊会，你还老实讲啊，对不？你老实讲，你还老实讲，人家会知讲啊，你有怀疑，我们才当跟你讲。来，我讲，伊若怀疑也好啊，你家怀疑哦，你来讲，证据伫遮，钱足多，有看无？有足多钱无？啊，哎呀，好笑啊！啊，闹鬼啊，闹鬼啊！各位，我挑工的啦，安尼人家会请假讲。啊，还有讲骗去啊！你话讲白闹钱啊，对，钱你借啦，对不？我听讲要创一个浪一家啦吼，钱从哪边来吼？咱台湾在咱每年交税金，这个政府创37%，过去上侪60%的啊，去做国防外交有无？这条钱后摆交美军去开，拢后摆美国人去开啊。咱台湾是免做兵的啦，咱免买武器啦，是不是安尼？这条拢因来开，每年37%呢。如果总统每年出门的时候，拢30亿、50亿去外口咧做善台，同时摕10亿去荷兰国家讲，哎，咱来做朋友，啊，10亿摕去开价，3个、5个，伊讲拜拜，我要参阿强也好啊，有无？啊，钱就是无呀。当年咧开这万隆钱呢，叫咧国防外交、国防外交这条钱后摆交美军去开，当年省是毋是来去差是毋差真多，钱足多吼。过来咧，战后重建基金，美国人拢一切依照战争法律，战争法律是讲。建百个国家只有两条路好行，一条就是赔钱，一条就是赔土地嘛。所以日本天皇选择赔土地，伊甲台湾平方放弃使用权，来土地也去天皇个呀。日本政府甲台湾放弃管辖权，让美国去用嘛。但是呢，建赢个国家呢，要帮当地人民成立一个人民政府，就是咱这个人民政府吼。啊，而且伊遐编了一条预算呢，叫做战后重建基金。当年拢变啊，到即马70年啊啦，去我老蒋的臭头啊，共领2年去啊，因领拢地落地啊，美国人就袂瘾发，用较少台湾人民的重建基金呢，所以到即马等要荷兰呢，这条真大条。过来咧，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是要甲台湾省政府废掉，美国人嘛甲冻掉，台湾省政府是咱台湾人民家己的政府，袂使废掉的，所以选择冻神嘛。动神了嘛，每一年拢编咧2-3亿去饲一挂米塘，伫中央新村啊，差不多70-80个伫遐上班当无工要做米塘吼，安尼伤济无？过来咧，公务人员目前346,000+个，伤济。咱民众执行了，剁一半以上。所以即马你若去请物件，你看多一个公务人员哪咧咧咧。民政府执行了后，无感觉，无选举，大家拢知都有看哦。选举当年也开很多钱，万隆钱吼。过来嘞，富人减税，即摆好起来，人拢会避税、节税，其实是逃漏税啦，走未去吼。后摆拢会纳，趁钱纳税金正常个呀。各位，咱若执行了后无感觉，会惊袂？你还叫有胆？无去哈？你讲袂惊，还是大家听甲唔敢讲话啊？夭寿歹人啊，侪无讲啊，要安怎？各位，逻辑啦吼，台湾民政府福利遐尼多啦，福利那么多，福利足多吼，无人会做歹袂好啦。日本时代敢有贼啦？无呢？日本时代敢爱什么保证人？日本时代是那话那讲出嘴啊？就爱信用呢，所以不听一句话无，我唔敢学袂印人哦。印人啊，较惨咧欠人个有无？印人啊，就较要出欠人个。所以若要拜托啥物代志，我讲我想看卖，唔敢学袂带。啊，即摆啊好啦好啦，学袂印人好啦。即摆吼，正就输安尼写资料，写一条，你照想要甲你走，就要甲你走，对不？所以后摆台湾是无感觉个，因为袂好，袂人个做贼啦，袂人个做歹，社会福利安尼好，啊若做歹变喏。两种法，学新加坡嘛，典型，讲到无人，讲到大家挡袂牢啦。过来呢，情节较严重啊，变形哦，
有分判一个月，假设判三遍，后判五遍，后判十遍的，较重的判二十遍，啊，那较严重的，较严重的，绝对来枪杀啦。你像郑捷，迄敢免死吗？迄火车火车顶乌白人抬抬死啊，侪人即摆咧关无代志呢。中华民国民党即摆是二十八年前一个判死刑犯的，即摆也搁咧关。所以咱干嘛是了足侪钱的呢？咱咱纳税金，啊，请警察去抓贼啊，啊，贼来去关关半年出来，嘿，迄贼啊足厉害啊，内底有功夫啊，变大盗。啊，若搞伊那冤家相拍，抓你内底关三五年出来，大家嘛赤灵赤红，大家嘛变恶道的。所以干嘛是咧犯罪的温床？干嘛是咧训练歹人的所在？搁着开遐侪钱，咱就着开，甲性命分了，大家敢唔好？对不？就是安尼啦。所以后摆台湾足有钱的。过来咧，钱正多，你甲看，曼谷每年变四十几亿，一美金呢，千外亿呢，去饲个老农民啦。这个省正多未？后摆拢变变啊啦。好，过来吼。那要翕卡手卡紧的，啊！若无我讲，我等下遐有几本的，哎，后壁足多啦，几本的内底即拢有吼。过来，逐年咧买飞行机，后摆拢免买啊，免买武器啊，升足多。阿巴奇吼，拢来买派你啊。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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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咱的土地讲占了了，国民党、民进党的立委拢共款哦。凭什么啦？寺庙可以占国有地的？五年后就地合法，国民党、民进党、立委党、感官党支持这法案，不要修了。哦，前进中国，目前中华民国最大的债权国就是中国，钱拢步步去底下啦。表面是用讲给人借的啦，其实有去无回来啊，拢无担保品。这去年的立法院吴炳瑞、民进党立委，迄马的合伙董事长讲，你借钱给中国人免担保品，啊，八月份借，九月份发倒。连头一个月利息都无，老都讲倒啊，986亿呢，这是冰山一角，年年啦，冰山一角年年足多啦。过来吼，钱从哪边来喔？96岁万年回猫，月薪13万，有无？搞什么一个人呢？过来，因兜十一个，十年都安尼一亿，这退休的老师，因兜十一个都多拢老师，一退休了嘞。退休金4-5万，18%2-3万，加一个月7-8万，这就是要借到无合理啦。我讲一个台北迄个信义分局长李德威有无？是毋是去互柯文哲当年甲干掉干嘛？哎呀，足无面子的。伊做分局长，因某伫消防组两个人咧上班，一个月薪水加个21万5，21万下款啦。啊，柯文哲个妈妈以前起码是活累袂瘾做，就因某退休了一个月还阁领19万外。这就是讲你制度无合理，某人退休了才领较多呢，这是其中之一尔呢。某人月给7万，退休了变一块面领9万呢，看伊家己吧。说钱足多，拢讲后壁木掉了啦，吼、哦，过来。你看吼、哦，恁有咧立健保卡无啦？要立唔立？恁家看，我袂使讲吼，伊只有咧聋哑吼。来，这个政府违法开后门哦，63000人的中国人啊，咧食咱的健保卡，恁咧立健保卡，伊咧食。一面立，咱若一个月无立，两个月无立，伊甲你锁卡，对不？你要看袂用的，人因安尼有好康无？过来，行政院发言人士啊，年薪6000万，钱乌白开无？安尼各位，那有法通共讲钱要对倒来无？唔通共讲啊，得足多，啊是真多是伫倒？啊得足多，啊得偷，啊得真多，无人要信啦。咱若有法通提出证据互人看，人才会知吼。过来。有无？浙江的，我在高官领，外省的。伊讲我是本身是高级外省人，我是高级外省人哦。所以我虽然喝台湾水，吃台湾米，但是住在你们的鬼岛，很委屈，臭屁搞不死。所以讲停钱，等于要付出的一个月前，我国民党高层那个安排去中央新村做米堂一个月，双腿，每个月领8万，领一世人啦。中华民国若无走，即挂代志无法通解决啦。18%什么不公不义的代志，足多也多，非常之多。过去台湾400年来哦，无一个政权，无一个政党，会当予咱台湾人民啊，看病免钱，人人有厝通住，囡仔对读幼稚园、读到大学拢免钱，老人年金每个月2万块左右，有多一个政党有法度，那有法度你甲支持啊。今日台湾民众才有法度啦。我伫九月初迄天，今日九月中旬嘛，九月底，九月初迄天，我伫中央一间中央大学门口。
二十多啦，小烟火烟火，我才有相片，我嘛是照常甲拉拉这套，大家看目睭两么蓝，两么两么拖出来，讲亲啊假，伊是毋是叫支持小英当选？我讲完了，大家讲嗯，啊那真诶，安尼有影，安尼好哦，对不？所以啊，你啊看，因外国人、因中国人啊，吃香喝辣的，咱台湾人啊，348,000人穷忙族啦，月薪不到3万块，这差别差侪，我拄只讲温水煮青蛙，就是像安尼啊。每天哦，两三百间的中小企业倒单呢，民众消费未起呢，安尼有艰苦无？所以啊，认真吼，伫只久无读书嘛会忝吼。我看有人，到尾啊有时间啊，我看大拢醒起来，真正吼安尼有够现实啦。讲到饲料就醒起来啦，哈哈哈！哎，安尼正常诶。那讲到饲料，还佫无啥兴趣，啊，表示这人不一样啊。哦，安尼还佫算真正常啦吼。好啊，今日我即阵诶讲到这。哦，啊！希望大家吼、哦、继续拍拼，认真努看，才会当把这个好康诶，互家己诶亲戚朋友，即世人会当得到这个好康诶代志吼。多谢各位。